信です。我就闲得要命，连闲事都管不了的话，那我还能做什么？再说，我从来没遇上过懂黑魔法的魔仙，很想见识一下传说中的黑魔法。干嘛跟着我？我已经说过，不要在我面前提到这个女人。有没有病？有没有病？我的人质。这是他的弱点。找我吗？我已经认识个天才。什么事？绿魔仙说过，只有女王拥有解药。妈，你大发慈悲，救救玲珑吧！玲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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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玲珑！你这个冷漠无情的人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魔仙堡，那不就可以跟你们一起回去了吗？